Cathy 梁宇欣，今日又俾 Pink Work 生命體補足咗啦。其實對上一次誒俾佢哋咁樣捉嚟研究咧，已經係八年之前啦。對上一次咧就因為我自己出自己第一張嘅個人專輯《Under the Sun》喺2007年嘅時候，咁我記得嗰陣時仲分享咗好多心態啊，好多緊張嘅情況啊，又誒、當年準備要去布吉拍唱片封道之前嗰個心情好緊張咁。咁八年之後啦，今次再被補足咧，就是、因為我出自己第二張嘅個人專輯叫做《情侶旅程》。咁當然自己心情都係一貫嘅，都係好緊張、期待啦。咁但係最大嘅分別咧，我覺得係心態上，即係以往我覺得梁宇欣喺2007年嘅時候都係因為好中意唱歌，純粹係好享受唱歌而有一個機會推出專輯。咁但係今日咧，我覺得對於我自己音樂喺我自己生命裏面咧多咗反思，即係多咗明白，即係我而家覺得音樂喺我生命裏面係一個好重要嘅講故事嘅渠道。咁所以我自己好想透過呢啲歌去呈現一啲故事、一個歷程俾大家睇到。咁所以每一首歌其實背後都有一個聲音、有一個故事。好想你哋一路聽嘅時候，一路會感受到，一路會 feel 到。咁我自己覺得呢隻啲比較特別嘅咧，就係、是、你一路聽嘅時候咧，你會聽到啲舊歌嘅元素喺裡面。咁今次一路聽，我亦都好想你感受到咧，喺舊嘅故事裡面咧，我哋有個新嘅出發咁樣嘅，都幾特別嘅。啱過咗2007年冇耐，自己踏入即係工作嘅一個低潮期啦，亦都即係喺音樂嘅路上好似停止咗嘅時候咧。咁嗰時其實我都有成9個月嘅時間咧，做咗隱蔽青年嘅，即係其實我已經放棄咗自己嘅夢想，亦都即係心裏面嗰只魔鬼已經同我講話唔得㗎啦，即係冇可能㗎啦。咁每日望住娛樂新聞啊，甚至留意住呢個樂壇有啲咩歌去 plug 嘅時候，其實都會覺得已經同我再冇任何關係。嗰段時間好似好頹廢，同埋好成日都會諗放棄自己嘅咁樣。咁但係我好感恩咯，即係喺嗰個階段，自己原來靜落嚟嘅時候，對於人生有好多嘅反思，即係諗翻其實我生命係為咗啲乜嘢，音樂又對於我嚟講係乜嘢。咁同埋好感恩喺嗰個階段認識到一啲志同道合、好中意音樂、好中意唱歌、對音樂好有熱誠嘅人。咁我哋彼此都喺個生命嘅低潮嚟嘅。咁但係喺嗰個階段，即係大家遇到嘅時候走埋咗一齊咧，就成為咗互相支持。咁原來喺好難行嘅音樂路，或者追求夢想嘅路裡面咧，有咗同行者咧，呢一啲放棄嘅聲音咧就慢慢少，亦都即係我哋最後可以互相支持啊，可以互相鼓勵，喺好難行嘅時間一齊行過。咁所以因為有同行者去一齊行嘅關係，所以呢八年裡面一路向前行，亦都有做好多其他類型嘅音樂咁樣。咁去到今日啦，卒之都推出自己第二張專輯，我覺得都好感恩嘅。當寂寞也是可以自量人，如鬧市橫街孤單。係啊，近排成日都要練歌，因為新碟推出咧，第一首 plug 嘅歌咧就係呢一首叫做《2015等燈》啦咁。咁其實成隻碟裡面咧，即係都幾得意嘅 concept 咧，就係我哋靈感都係取材自一首80、90年代好耳熟能詳嘅歌啦。咁相信等寂寞到夜深，你一定聽過。咁但係從呢一首舊嘅等，陳百強嘅等開始出發，我哋去 brainstorm 一首新歌嘅時候，我哋就好想俾你哋覺得咧，唔係所有嘅等待都係咁冇盼望、咁寂寞、咁慘嘅咁樣。咁所以我哋做咗一首好有盼望嘅新版2015年版嘅等，叫做《燈》。咁喺呢首歌裡面，其實都講到其實等待中間個寂寞或者沉澱，其實係背後都可以係個祝福嚟嘅，甚至係可以讓到我哋學識愛嘅功課咁樣。咁新碟裡面其實其他嘅歌咧都係好似呢一首《2015等燈》咁樣，靈感係嚟自另外一首歌，譬如我哋都會揀咗 Beyond 嘅《情人》啦，揀咗張學友嘅《還是覺得你最好》啦等等嘅歌咧，去 brainstorm 去發生一啲新嘅歌嘅咁。所以當你哋一路聽嘅時候咧，我會覺得幾得意，你一路感受到一啲舊嘅 melody 喺你腦海裡面行走，咁但係你聽緊嘅咧又係一啲新曲同埋新詞，咁中間嗰、那個新舊嗰個交融，我覺得係好有趣。
出自第二張專輯，其實我覺得相對起出第一張專輯嚟講，壓力小咗嘅。我覺得人大咗，即係可能真係喺呢八年裏面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啊，亦都即係接觸過好多唔同嘅嘢，就即係我覺得對於一件事又冇將佢放到咁大咯。咁以前就會覺得好緊張啊，好有壓力啊咁樣。咁八年之後再出碟，其實自己覺得輕省咗好多。一嚟學我之前話齋，覺得已經有人同我一齊行，咁同埋明白到即係自己出呢隻碟唔係淨係自己咯，即係有背後嘅創作人，有音樂人，有公司喺背後嘅支持，其實係成個團隊去做嘅一件集體創作，一個集體嘅責任嚟嘅。咁所以我就變咗冇將太多嘅壓力放喺自己身上邊啦。咁但係唯一嘅壓力都係好想做好每一次嘅演出啦，好想讓即係咁幫我嘅公司啦，咁幫我嘅即係音樂嘅班底可以多啲人認識，或者即係令到佢哋都覺得安慰啦，即係咁努力去幫梁宇欣去做，即係再做佢第二張專輯咁。其實即係都覺得處理壓力上咧，相對八年之前係叻咗嘅。